好，大家好，大家请坐来啊。好，不敢当啊。好，我们各位莲师、各位讲师，大家中午好。好，或者站到天师的老天大德，现在慈悲有这个机会，再一次啊，回到我们天佑啊，跟大家结这个善缘，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啊。那我们各位可以说是都是道场的重要人才，是吗？其中心啊，跟他不太像，是不是道中重要的人才？啊，是人才就是人才，啊，他这个没有办法装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道场的发展最重要就是要人才啊，没有人才啊，他很难去扩展；没有人才，他很难去传承；没有人才，他很难真正让大道普传于世间啊。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从不修习菩萨来结缘所批示的啊，未来发一重德到发展的六大目标、六大主轴里面，在第四项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啊，永续人才之专业培训以及架构完整啊，永续人才之专业培训，它是很重要的，是让这个道场能够建制，让这个道场能够有规模，非常重要的条件啊。你看看我们固本图强当中，不修习菩萨来批示的固本图强的五大主轴，哎，考验一下，测验一下，五大主轴知道吗？哎，不是人才吗？啊，这五大主轴是很重要的啊，在不辜负的这一篇训当中，特别强调，从这个报恩了愿啊，帮助每一个道亲报恩了愿，肩负责任，传承使命，人才培育，再来就是开创佛堂，所以你看人才培育也列在这个当中。我们再看看佛老师批的《崇德大跃进》里面，你看第四项的人才培长也是人才，所以你可以从先佛的这些批示当中里面，我们大概就可以很明确的了解，今天要让我们道务能够弘展，那首先具备的条件就是要人才聚集啊。如果能够人才聚集，大家啊分工合作啊，大家尽全力秉公心持正道，那自然就可以达到弘展的条件。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固本图强第二阶段里面就是人才培长，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人才这个阶段的一个培长这个阶段啊，让我们从开佛堂之后啊，整个道务啊能够最短的时间让所有的干部啊，让所有中医之班大家能够真正定位，各司其职，各了其愿，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他该怎么样把这个角色给做好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因此呢，我们台中道场可以说傅德勤非常用心，特别为我们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啊所谓干部的培训班跟成田组人才的培训班，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座各位，我们都是未来发一重德啊台中中心道场啊台中中心道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神圣的优秀的人才，各位说是吗？所以我们先要看重自己啊，先要看重自己。过去前经常说什么叫做有潜力的道场，有潜力的道场就是有人才的道场，所以台中中心道场是不是一个有潜力的道场啊？包括我们和美区，包括我们大屯区，包括啊以及另外一个大甲区，这三个区啊应该都是一个有潜力的道场，应该确实我们可以看到真是人才聚集啊，这真的非常不简单，要什么人才就有什么人才。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说透过道场的栽培，透过道场的造就，让我们不管是佛堂，不管是区，不管是道场，都能够真正达到慧命传承、天命永昌的这个机制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德前人在世的时候就特别的提醒，要能够根留台湾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唯有根留台湾，让台湾的道务能够蓬勃的稳定发展，才能够真正道扬啊万国九州啊，所以这个是本末之间的关系，绝对是一个很重要性。所以因此我们在座各位啊，都是我们这啊应该是这两个区的啊两个区的重要的中智班跟义智班的以及佛堂负责人的重要干部啊，那我们对整个道场未来道的发展性应该就要更加清楚啊，应该更加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固本图强第一阶段完之后啊，第一阶段是什么？哎，固本图强第一阶段是什么？
佛堂翻倍吗？啊，这佛堂翻倍吗？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几阶段呢？第二阶段呢，叫做人才培长的阶段。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阶段当中里面，我们看到了不管是老坛或新坛啊，大家都能够把握这个机缘，能够借力使力，承受天意啊，能够掌握这个机会啊，让我们佛堂不断的增长啊，不断的开创，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缘啊，也是非常难得重要的契机啊。我们掌握了佛堂也翻倍了，那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如何让佛堂里面的干部能够发挥最重要的它的功能机制，怎么样展现出来，这个就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在第二阶段里面他要特别强调在人才的培长上要下功夫，原因就是要从佛堂翻倍所产生的这个佛堂的这个量当中里面，我们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具备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什么？顾本图讲第三阶段是什么？又是佛堂翻倍啊。所以各位知道了，佛堂翻倍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叫人才培长，第三阶段它又是佛堂翻倍哦。所以我们为了要具备的到第三阶段能够如期的达到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在第二阶段就要非常落实的针对中士班、义士班负责人啊，在干部群的方面我们要落实的去培育啊，落实的去培育。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各坛里面的成田组，成田组跟成田小组的成员，我们如何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将是我们在第二阶段人才培养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啊。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最近当中不休息菩萨老人家慈悲啊啊，特别的从一个开道啊，从一个开佛堂的机制演变成了一个开道场的机制了。那各位或许也可以明白啊，从现有的环境要产生一个另外一个增加一个道场出来，这个人才是不是要很多啊？或许在没有开道场之后我没有感觉，但是真正开道场之后你发现，哎呀，怎么每一组都缺人啊，所以马上就一票人就冲了出来了。所以这就是真正啊，让人才各司其职各就其位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因此呢，我们在座各位这一堂课不是在听好听不好听，这一堂课在做什么？这四个字怎么念？这一堂课是在选拔人才啊。那各位刚刚都说都是人才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待会那个老师慈悲跟我们慈悯完之后，以及不休息菩萨跟我们勉励之后，我们再回过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符合考核跟选拔人才的这个条件。那我们今天各位对这一堂课啊，就他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看过而已，他就要踏踏实实的自我要求，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水平，这个是最关键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希望在开始之前啊，先跟大家做一个啊互相的提醒，这一堂课就是自我省思的课程啊。每一项当中里面我们都要返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就诚如佛老师说的啊，道理要反观于自身啊，这些道理要反观到自己自身上来。所以我们就一一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以下这一段啊，这个栋梁之彩是我们不休息菩萨啊老人家所批示的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栋梁之彩啊。那谈到栋梁之彩之前，老人家先把人才的重要性给我们一个提示啊。老人家说，人才是道场发展道务的中间，没有人才你道务就很难发展啊。你看我们佛堂，佛堂设的如果里面没有干部强而有力的干部群能够创三多吗？它就很难的事情啊，非常难。所以人才是道场道务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啊，是道亲学修讲办的桥梁啊。所以你看啊，我们经常说嘛，一个道亲进来，他怎么样进入一个真正修办的环境，就是要透过人才做桥梁嘛。如果没有人才做桥梁，这个新道亲怎么样能够契入真道，怎么样能够走入修行，它是不容易的事情。各位要知道，真道啊，它是无形无相，所以我们现在整个过程都是在以空论空的阶段。那你如果让道亲能够感受到空中妙有，这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的引导他进来。所以我们说道亲啊，是道亲学修讲办的桥梁。
在道场中需要很多的人才，包括你看，要共同护持庄严的道场，要阐扬天恩师德，转动大法轮，实现发一重德共同的理想，创造一道同风的弥勒家园。你看，这些通通要人才，没有人才绝对没有一项达得到的。所以各位就可以很清楚了解，所以因此更加显得人才的需要与重要。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为什么要培育人才？没有人才，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这个道场永续经营、传承百代啊，他就做不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场啊。所以接下来不就不再说了，何谓栋梁之才啊？我们各位现在开始要检视了啊。我们刚刚说这一章课就要选拔人才喽，你就要开始来检视了。栋梁者，有肩负及支撑的担当，叫做栋梁。那各位是不是栋梁？你就慢慢去审视一下哈。所以横为梁，直为栋啊，故有纵横全面之意啊，有纵横全面之意。因此，栋梁之才者，以取得纵横全面、肩负重责、支撑担当者认知啊。这个是讲到一个栋梁之才的重要性啊，重要性啊。那接下来就提到重点了，君欲成栋梁之才，也就是说我们各位想要成为一位栋梁之才，我们该怎么做啊？所以各位你就很清楚了，我们都希望成为栋梁之才，对不对？那成为栋梁之才该怎么做呢啊？所以菩萨就告诉我们了，第一个，自以找啊，自以找力啊。各位自找力了吗？哎，都没有反应哦。有没有？那孔老夫子15岁就立定志向了，十有而自以学，30而立，40不惑吗？那我们在座各位都是我们道中重要的干部人才，在座各位前贤自找力的吗？应该有吗？没有你就不会坐在这里吗？你知道这是什么班吗？这叫干部人才班呢，就是佛堂的中智班跟义智班跟佛堂负责人呢。你没有找力，经过这一二十年、几十年的一个修炼，哪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呢？啊！第二个，道以深学啊，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各位有没有道以深学啊？记得老点师说过哈、啊，老点师经常讲这句话，他说什么叫师啊？老师的师啊？什么叫师啊？老人家经常引用《韩诗外传》的这一句话，他说：“师者，自如泉涌；师者，自如智慧，如泉水一般的涌现。师者，自如泉涌，行举。”你自己的言行举止足以为众人之表率也。各位有没有听清楚？各位是不是？哎，怎么没有反应？各位都是讲师吗？不是吗？啊，那师者就要自如泉涌，行举足以为众人之表率也。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道宜深学，我们有没有一门深入？就像佛老师说的，修行要达到宏观三界啊，达到宏观三界，修道的境界、办道的境界、丰厚道学的境界啊，各位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很战战兢兢的、很用心积极努力的啊，进学勤修啊，这一项你是达不到的啊，达不到的。道宜深学，第三个，能宜速培。我们看看孔老子，孔老一生他是生活非常困顿的啊，他多能秉事啊，啊，多能秉事啊，也就是说从小做很多粗俗的工作。他之所以能够多彩，就是因为从小历练过来的。在座各位讲师，我们有秉人多事吗？有吗？有参加炊事咯、交通咯、总务咯、文书咯、接待咯，慢慢你就会多能秉事了啊。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尽数个人要求、自我勉励，多多去学习啊。所以这三项啊，我们能够自重而人重之，勿轻视自己。最重就是前面三项，来，我们把它念一遍，这三句：自宜、道宜、能宜。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尽早尽快的能够就绪啊，如此啊，能够身体天生我才必有用之意。所以我们才能够体会天生我才必有啊用的一个道理啊。确实这一句话一点都没错啊。
天生下我们，我们绝对有用武之地啊，绝对不可能没有用，没有用就不会来啊，没有用就不会来，就诚如不修习菩萨的，我们今天会进入发一重德，要前辈子修十世啊，三世的佛缘，七世的福慧缘，我们才能够成为重德人。所以天生我才绝对是有用的啊，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这个才能够成为栋梁之才？那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对自己一份的提醒啊。所以今天在座各位我们讲师，我们有没有立定这个志向，要成为栋梁之才？有吗？啊，我们要互相勉励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道场人才济济，或才识，或才能，或才艺，或才法，各具所长，据此综合啊，综而合之，集成纵横全面之道场栋梁啊。如果按照这个内容来讲述啊，就是所谓的栋梁之才，它必须集合才识、才能、才艺、才法这么多的才聚集一身，才叫做栋梁之才啊。这是过去的一种认识啊，也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栋梁之才，故今栋梁之才乃非啊，乃非皆前宅之位也。也就是说，现在所谓的栋梁之才，不是是说你一个人具备才识、才能、才艺、才法通通具备啊，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菩萨特别提醒我们，需怎么样，时宜专才为用，是才是性。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最厉害啊，我们不用每一个人都这么多才，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样才，那我们把这些人通通集合起来了，那就成为一个最伟大的栋梁之才啊。这个就是不修习菩萨，也就是前人慈悲老人家的智慧。所以发一重德今天道的成功，绝对是在用人之才，前人慈悲懂得用人之道啊。所以人人有事，事事有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每一个人都有舞台，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空间，那这样子他就可以创造一个道场最大的栋梁之才啊。所以以及今日道场提倡的啊，也就是今天道场所提倡的，叫做集体领导，整体带动之目标一致。所以各位就要先了解，所谓的栋梁之才啊，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全部的才，不是啊，而是要让每一个人把你的才都能够结合起来，是才是性的，是才是任的一样一个方式啊，产生一个叫做人人有事，事事有人的机制，那就 OK 了啊，那就 OK 了。所以或许自己给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提示啊，也就是16个字，怎么样成为一个才？16个字就是经常出现，服务表现，留下贡献，浮上台面啊，就16个字。OK， 各位知道吗？来，我们念一遍来。经常出现，服务表现，留下贡献，自然你就浮上台面了。所以人才怎么来？人才就是经常做嘛，让大家看得到你嘛。啊，你到最后就怎么样？就经常备用嘛，用到最后就欲罢不能嘛，欲罢不能就人才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啊。所以接下来就是重点了。不修习菩萨说，他说人才者啊，人才者，一个真正的人才，他有内才有外才。什么叫内才啊？内才成于修，外才得自省啊。也就是说，你的内才是靠修产生的，你的外才是靠行产生的啊。没有一个人天生说他就是专家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存在世间所有任何一项的专家只有2个人而已，一个是已经离开了，一个还没有出世。这样各位了解吗？什么叫专家？专家全世界就只有2个，不管哪一个科目都是一样，专家只有2个，一个怎么样？离开了，一个还没有出世吗？啊，所以他就是靠行出来的。所以知修能行，内外合一，以培其全德，这个是最重要。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一句话把它牢记。所以在不修习菩萨简训当中里面，前人慈悲才特别强调，
身为道场是坛主讲师，必须要做到以下五件事情，必须要做到以下五件事情。第一个，为道场之人才；二，为佛堂之栋梁；三，为点传之桥梁；四，为道亲之典范；五，为众生之服务员。来，各位念一遍。来，第一个，道场之人才；第二个，佛堂之栋梁；第三个，为点传之桥梁；第四个，为道亲之典范；第五个，为众生之服务员。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啊，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栋梁之才，因为我们在学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做这五件事情，所以让我们内才跟外才不断的彰显出来啊，最终我们就能够全其德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修习菩萨又说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崇德人，我们要持古圣先贤之精神，为自己修行之指标，或者在那一遍，持古圣先贤之精神，为己修行之指标。然后呢，要日日革新，时时反省，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要日日革新，时时反省。那要革新什么？要反省什么呢？就四件事啊，就四件事。这四件事，或者希望各位都能够把它背下来，你才能够来检视自己吗？如果你没有默而自知，你怎么能够检视自己呢？所以菩萨说了，观照己心，否大公无私；观照己念，否正知正见；观照己行，否无为计众；观照己为，否圣贤行矣。来，我们把它念一遍。大公无私。第二个，正知正见。第三个，己行，否无为计众。第四个，观照己为，否圣贤行矣。所以这四项是所有崇德人要能够日日革新，时时反省，非常重要的四句话，也就是成为一个真正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四个关键。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都是我们比较弱的一环，各位记住了，这都是我们比较弱的一环，唯有我们时时刻刻啊反观于自身，否则我们就难尽其功啊，我们就很难啊。所以白水圣地老人家才提醒我们大家，为学之本戒自欺啊，存道啊，明道存阳，求诸己。不用写了哈，这个知道哈，为学之本啊，为学就包括一切了，包括这一切都叫做为学，学修讲半行都叫做为学之本。它的根本就在于戒，戒就是戒律的戒，戒自欺啊，你要戒除掉自己欺骗自己。各位你想一想，你想一想，我们从入道场以来有没有经常在欺骗自己啊？你不用你们拍水啊，因为咱这边都赶快，咱都在佛前，我们要重新另作心明，所以今天要彻彻底底真正了解自己有没有自己欺骗自己，有，包括后学。所以我们今天要明道存养，你就要求诸己，你没有返回来，你就很难成为一个人才。在座各位前你记住了，你没有求诸己，你就不要期望你会成为一个人才。所以这是很严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认识。所以我们今天了解了什么叫人才，人才含有内才有外才，内才成于修，外才求得行啊，所以必须知修能行，才能够内外合一，才能够让你得其全德啊，这是菩萨给我们一个提示。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叫内才啊。他说内才者，知以广，事以富，学以博，文以多啊，师至孔夫子之五德，温良恭俭让，包括对外的公宽信敏惠啊，这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内五德，一个叫做外五德，具备了内外五德才叫做内才。各位听清楚了、哦、所以内才简不简单？还真是不简单啊，还真是不简单，必须具备内五德跟外五德才成为一个内才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外才。办道过程因材施教，需具有许多方便法门，故君子不弃啊。所以一接引众生以具备多种才能之人，才叫做具备外才啊。所以外才就很多了啊，外才就很多了。比如说才士，什么叫才士？一个有才士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他是博学多闻，好学不倦，博古通今，能著书立说者。来，各位才士，有才士的请举手一下，你看看，你就慢慢就认识自己了啊。第二个才智，深谋远虑，明辨是非，活泼玲珑，能当机立断，圆满内外者，称为才智啊。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啊，给大家看一下，可能各位也看过啊，不过再看一遍啊，因为这个百看不厌。哎，怎么没有声音？哎，没有声音。对，有差吗？哎，是不是没有差音源线？音源线好像没有差。小姐去问经理，经理的时间已经过了，来，他还要买早餐，怎么办？经理说不卖给他。从头来。有一年我在美国演练一个个案，叫做麦当劳。这位是曾世强。麦当劳小姐在这里，来了一个美国人，我要买早餐，我要买一份早餐。麦当劳小姐说，现在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只供应午餐，不供应早餐。那个美国人说，我不管你们怎么规定，我现在就是要买你们早餐，因为我最喜欢吃你们早餐，你们午餐我不喜欢吃。这个小姐就问经理，经理啊，时间已经过了，他还要买早餐怎么办？经理说不卖给他，照规定。没想到那个美国人呢、啊，从拉链里面拿出一把手枪，我就是卖早餐。麦当劳小姐一小姐，经理怎么办？经理说卖给他了，怎么办？这是活生生的个案。有没有人为了捍卫公司的制度而壮烈牺牲？干嘛？然后他们就伤脑筋，这怎么办？制度只能管好人，不能管坏人。他就问我，你们中国人怎么解决？我说中国人从来不发生这种事情。是真的？我说我 demo 给你看。我就叫那个麦当劳小姐走开，我就来。那个美国青年又来，我要买一份早餐。中国人会那么傻瓜跟他讲很多事情吗？不会的。中国人说没问题，一定说没问题啊。然后我东看西看说，糟糕，卖完了，他就走了吗？我啥事都没了。他说你们这一套算哪一套？我说中国人就乱讲乱讲，就把问题解决掉了，还要向里面去讲半天，对不对？啊，有一个美国人上来说，不，再来再来，我要买份早餐，没问题，开开心。抱歉，没有了，卖完了。他说那不是吗？我说那是早餐，没错，那是人家退回来准备去化验，吃的会拉肚子的，你要我送给他？啊，没，他不要，我就是乱讲。中国人最厉害就是把法放在肚子里面，我们不讲的。后面这个要心中有一把秤，叫做理，嘴巴专门讲情的，没问题，没问题，就到时候你才知道有没有问题。
我有一次在讲课，他们全公司人都集中起来，在我正对面就是个董事长，我才讲五分钟他就打呼。我那时候很年轻，我心里想我这样怎么讲课呢？所以我就跟总经理讲，能不能请董事长去休息休息啊，我比较好讲。这件事情是我从此非常后悔的，我太年轻太不懂事了。现在我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家董事长已经年纪那么大的，经验那么丰富，还坐在这里给你足的面子了，你还要怎么样？只不过打呼而已、啊。做一个人心胸要越来越宽广才叫做成熟，否则就是计较。所以我最后请各位了解，你要听中国人话，听他这句话，不要听这句话。这句话不是假不是真，它是妥当而已。中国人只讲妥当话，不然你叫我怎么讲？你叫我怎么讲，我只好这样讲。中国人这里是真真实实、诚诚恳恳，这里完全是随机应变。各位有没有学起来？这里都是随机应变，妥当就好了。这里讲情，这里讲理，这里讲华。哎，这个是要有才智呢，啊，你没有一点才智的话，你是很难应对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从这个例子当然给我们很多的学习啊。第三个财力啊，有负责、积极、有效率，办事能力佳啊，能托命委任者啊。才华外表出众，技能或才艺具专长，能独当一面者，这个都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个口才，辩才无碍，口若悬河，妙语如珠啊，能说服启发，能多种语言者啊啊，这个也不简单。你像我们两点师，哎呀，这个不得了，给大家看一下一个例子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那做人就应该做，不会做要学习做，学会做要自己做，想要做要立刻做，应当做要赶快做，做好做再改良做，做什么事都不能将错就错，不能一错再错，一定要自己好好的操作。所以我讲这些话真不错。所以人要有智慧，你才会懂得应对进退，做人都不会得罪，晚上就很好睡，上课都不会打瞌睡，上班就不会很疲惫，像我一样就是精神百倍，体力充沛，安尼自然才会一大倍，安尼才会唱歌戏，唱到有底细，唱到咱底下无够底，安尼有没有听懂？有，台语听懂哈。我后面还有更经典的，所以哈，像你们现在都是哈，怎么样知道吗？都是五 C 达人，你们都躲东躲西，看东看西，吃东吃西，吃完东西就 WC 啊。我是不玩手机，如果我玩手机，我的眼睛就会产西西，然后就已经来搞我医，一共叫我去吊点滴。所以我的人生真精彩，无听是无彩，我做人拢真凊彩。会晓算就袂拍算，袂晓算就袂认账，袂晓算就袂使算，安尼听有无？听有。啊，你若听无，应该该来阮家佚佗。啊，你虽然拢老皮革，啊，拢四界乱乱坐，啊，做代志袂使互你好做，你们听不完的啦。哈哈哈！哈哈，这叫什么？这叫口才啊！我们台中道场有一位可以跟他媲美，就是我们杨天师。啊，这个口才真是一级棒啊，一级棒啊！所以预办三朝普渡之盛宴啊，祭师至成师者啊，好、啊，底下就很重要了。挥以先佛之心量，圣贤之志向，无以尽其全功。是白羊修士是中流砥柱，是佛弟子，宜当责无旁贷，舍我其谁啊？志在栋梁之才，必为栋梁之才也。所以关键就在圣佛之心量啊，先佛之心量，圣贤之志向。各位，我们可以了解啊，先佛之心量啊，我们天天来到无极殿啊，我们看到了白羊三圣啊，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学习如何学习圣贤之心量。在座各位前前看到弥勒祖师，我们要学什么？笑口常开，大度能容。看到济公活老师，我们要学习什么？啊
啊，就是要看破放下，啊，看破才能够看透，看透才能够放下，放下才能够生妙智慧，啊，看到了一位菩萨，我们要学什么？啊，啊，就是看到一份的坤德，啊，坤能载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仙佛之心量之地方，啊，所以这个韩大仙啊，他就说啊，他说欲和圣贤期间呢，从修身开始，要脱因果轮回，由培德出发，这个就是学圣贤之志向。所以圣贤之志向就是以众生为志业啊，以众生为志业啊。所以佛老师才希望我们所有的白羊弟子都能够学习啊，学习什么？学习九样东西啊，学天之无私，学地之宽量，学佛之光明，学水之，谁有几德？七德啊！学水之向善，学莲之出泥，莲之出泥，学雨之滋润，学圣之法则，学石之巩固，学圣之法则，学佛之慈悲啊！学这九项，在座各位前贤不简单，或者再念一遍：学天之无私，学地之宽量，学火之光明，学水之向善，学莲之出泥，学雨之滋润，学石之巩固，学圣之啊，学圣之法则，学佛之慈悲啊，九学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确实我们要学的东西那太多了，所以要能够成为一个栋梁之才，那确实我们今天在座各位前贤，我们就要非常用心了。我们没有真正全力以赴进学勤修啊，我们想要成为一位栋梁之才，那真是谈何容易啊！啊，所以因此，我们希望各位能够从不求喜菩萨所告诉我们这一篇的栋梁之才，我们能够有一份进一步的一个体认跟学习。我们如果在自己本身的德业上啊，能够不断的让它能够圆满啊，这个都是我们要用心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是老师啊所批的选拔人才这一篇训。那这一篇训也是一样，或者刚刚说了，我们去透过这一篇训来检视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符合上天选拔人才的这个条件，跟以及考核的这个机制，我们来认识一下啊。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来，考核。所以各位注意看，这边特别强调3600圣、48000贤，皆是必须通过此阶段。所以你就知道喽，各位想不想成为3600圣、48000贤的其中一位？如果想，那你就必须要通过这个考核，通过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考验啊，看看我们有没有达标。啊，我们把它转化一下，各位可能会更清楚。选拔人才考核之项目，我们稍微把它调一下，各位可能比较好记，因为我们平常都叫做学修讲办行嘛，啊，学到你的毅力够不够？啊，学到的毅力你够不够？啊，这个毅力代表什么？代表求法的那种心切。啊，你看了，我们到国外去，各位都知道啊，有些。开了9个小时、10个小时来上一堂课的，啊，有些是开3天来上一个课的，都有啊。看看你的毅力够不够，啊，修道的火候够不够，啊，我们经常要立誓练心。那在立誓的过程当中，你个人本身的火候 OK 吗？我们自己清楚了。第三个，讲道的功夫，咱讲会有人听不？哦，这个很重要，讲道的功夫。第四个。办道的智慧，我们在办道当中里面虽然依循一定的体制跟制度，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的智慧够不够啊？第五个，行道的耐力啊，
你要行到人间，你的耐力够不够？这五点就是仙佛选拔人才考核的项目。那我们各位就很清楚了，我们都很清楚，这学修讲办行当中，我们如何能够过关。所以太子爷他就告诉我们，太子爷他就告诉我们，五心五力，只要你具备了五心五力，你就可以把学修讲办行做好。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五心五力。学到要有虚心有智力，你就可以学成功。修到你要有真心有耐力，你就可以修成功。讲到你就要有信心要有实力，你讲到就可以成功。办到要有诚心要有佛力，你就可以成功。那行道你要有恒心要有毅力，你就可以成功。所以这五心五力就是未来我们要接受上天选拔人才通过考验所具备的五心五力。这样各位听清楚吗？所以你一定要自我检视，不是谁在考谁，也不是谁在检视谁，而是你要本身自己来检视你自己。所以不修习菩萨人家很慈悲，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时时刻刻来了解到底我在学修讲办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进步。所以不修习菩萨就批了一篇叫做五度啊，事实上这一篇叫二十度啊，其中有五度就是学修讲办行，就是学到和气保乐度，修到欢喜显亮度，讲到气离加深度，办到制度怎么样，办到怎么样，办到越办越契机吗，办到契机有制度，最后一个行到终局有态度。各位这五度你可以自己来检视你自己啊，你就发现到你在整个这个过程，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人生学到修行过程当中所必经的这五科。所以叫做白羊必修五科，用这五科上天来选拔人才，也是来考核人才。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了啊，我们就要特别的留意到这个事情。所以各项人才精进的目标啊，我们刚刚所讲的有才识、才学、口才啊、才智这些东西，我们到底在这五科当中我们要达到什么样才是真正最高的目标。所以佛老师也给我们一个词示啊，要达到这个目标也列出来了，来哥把它念一遍。所以前次啊，或许有机会到阿罗斯达去，阿罗斯达有一位旷野恩师啊，有一次就坐他的车子啊，他就在后学的这个途中，他就讲到啊，我们不修习菩萨有一首歌叫做十万八千里归路，有吗？他就跟后学说啊，他说经理，我现在超过十万八千里路了。他说我为什么超过十万八千里路？因为他就是到泰国跟马来西亚边境那个地方去帮忙成全道亲，每一次去来回都要超过1000公里以上开车。他几年下来他已经超过108000里了啊，所以他跟后勤说他已经超越了108000里归路了。各位前贤能够这个样子讲实在话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每一次去成全一位道亲，成全几位道亲，要开1000公里以上的车子。各位如果是我们，你会不会去？摸着良心说会不会去？你说再说了啊，
所以各位填写啊，我们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们大概就很清楚了。所以行道的过程可不可以做到让人家感动？你看我们台中陈正根陈典师，他就让我们感动。其实他到最后末期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他的脸色都已经走样了，但是他还真正的能够置死生于度外，还是机票买着还是飞过去的，差一点回不来所以这一份对道的付出，对道亲那一份的慈爱哪怕是剩下最后一口气他都不放弃。所以这个就是真正让我们感动，让我们真正让我们感动所以最后成为肯诚大仙肯诚大仙。所以各位，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有太多的例子都值得我们省思所以在座各位浅显我们要用敏锐的观察力去了解，到底我们在整个上天选拔人才当中，我们凭什么来过关我们要不断的自我提醒，否则你说这么多的人，你要能够达到其中一位不容易你说3600胜48000钱。前几天霍杰刚从吉隆坡回来，蔡德哥，你知道吉隆坡光吉隆坡他的产主班人数多少位吗？将近1500位了，就光一个八生区坛主多少位？800位了，随便一个区都是快上千人了。那各位天选，我们刚不知道选多少？3600胜48000钱啊！你安那听听，有机会哦。我都害怕所以各位天选，我们互相勉励互相勉励。所以接下来老师又说了，来，我们再把它念一下。简传师，讲师之天职中，好，这里面就三个天子，一个是点传师，一个是讲师，一个是坛主。那这三个当中，天子当中，老天是怎么考选、怎么选拔、怎么考核的？我们来看一下。点传师的部分，老天是考核慈悲之精神、无为之奉献、存心之牺牲跟赴汤蹈火中验出品廉。所以我们各位点传师，我们就很清楚啦，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考验我们自己检视。讲师是天职中要考什么考核修办之步骤，考核道真理真中，在道真理真天命中否能够真修真办，否能够代天宣化，否能够尽心搭起上下的天场这个天桥可不可以搭起？各位，什么叫真修，什么叫真办？或许我们知道这两个字很清楚，但是你真正知道什么叫真修，什么叫真办吗？各位，你知道吗老师批了一篇信讲到四真，真学、真修、真办、真诚一定要真学、真修、真办，最后才会真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老师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叫真学，他说博学笃志，切问尽思，身体力行，乃真学也。什么叫真修？温良恭俭让，率天性；温良恭俭让，率天性，长养浩然，乃真修也。什么叫真办？公宽信敏惠，行达道，居人有义，乃真办也。好，各位你想一下，很清楚了真学、真修、真办 ，OK 吗？你有听清楚吗？有啦哈。OK 吗？不 OK， 真的不 OK
所以我们就要更加小心谨慎了、啊，啊，所以你看人家的成功好像也不怎么样啊，但是换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不简单啊。再看看坛主啊，这个讲师啊，刚好或者补充一下好了，因为这一次去关丹啊，就吉隆坡啊，这个马来西亚北边的关丹，那你在关丹呢、啊，有位中资班讲师，他叫张金福张讲师啊。这个张讲师很有意思，他家有六兄弟啊，本来六兄弟都是角头的人物啊，角头知道吗？角头的人啊，后来这个前行跟他成全，后来他发心修行了、啊，就把马来西亚所有的角头通通渡他们来求道，而且为他们开班法会，四十几位都是恰良恰红哎，啊，那一班法会很有意思，老师介绍来啊，就把班长哦，那个班长魁梧有力啊，啊，拢穿咖哩呐，咖哩条哦，穿咖恰良恰个良良个红啦，老师一个叫起来，给发起哩呐哦，这椅啊给他坐，叫伊卡起哩椅啊垫。嚯、哦！那银保师的当然是金银个要害你了。万一这个班长拿来反面无常，我害啊，唔知变安怎。都要徛点半钟，啊，一个刷了吼，我当然足紧张的呢。讲啊，你拄啊咧徛，你有啥物感受？伊讲足好呢，足好。哎呀，这个是有意思，老师这个妙法无边呐、啊。他们现在六兄弟不得了。这一次去啊，白水圣地来开坛，特别勉励他们两兄弟啊，因为他的三哥啊，这个张金福张讲师，他是中资班，他是排行第六的，他的三哥啊开了两间酒店啊，事业都做多爱就对了啊，然后帮助重卫佛院，关丹重卫佛院，盖个佛院给大家用啊，所以白水圣地来特别勉励他们兄弟。所以或者讲这一段就是说啊，我们在座各位前贤啊，当然每一个人才他的成长过程，每一个人来历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来历的，反正都是要努力就对了啊，你就是要打拼啊，你若无打拼，永远无机会啦。你看卖咧，连这恰良恰红的人，这么做中字班呢，咱无较打拼，你敢拼的人，拼不赢人。对，这个有意思啊。我们再看坛主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讲师啊。所以老师在韩国批了一篇训，很重要的四句话啊，来大家把它念一遍。所以你未来所有讲师，我们要通过这个选拔，我们要记住白羊必修五科。最终的一个目标我们刚刚知道了，他的目的是做什么啊？学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做出来，修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心性光明，讲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众生契入佛道，办的目的就要积极度化天下的众生啊。所以这是很明确的，所以老师才会说嘛，学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增长智慧啊，修道的目的就是培养德性啊，讲道的目的就是度化代天仙化，办道的目的就是度化众生啊，行道的目的就是成仙作佛啊，所以最终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希望所有讲师在这个区块里面要特别留意。那坛主者呢，我们可以说在这次坛主班里面啊，不休息菩萨特别批了一篇叫做固本图强户，各位还有印象吗？固本图强户里面菩萨特别针对坛主如何才能够立愿了愿打本还原啊，所以提到的十要跟五不要啊，我们再做个练习，来，我把它念一遍就好了。来，洒扫佛堂，
所以各位坛主者，你就要知道这个叫食药，食药啊。第二个就是身为坛主者要自我督促的五不要，来，我们把它念一遍。所以你身为坛主者要能够被选上，要能够通过这个考验，那这十要跟五不要你要特别牢记在心啊，这个是不休息菩萨特别跟我们慈悲勉励的地方。来，我们再念下面，如此好，如此选拔出道场人才啊，也就按照前面那个啊，从点燃师、讲师、坛主这样选拔出来之后，更选拔出引领众生的人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被选上，能够通过这个考验，那必定为道中之龙象之才啊。那龙象之才呢，就能够承担起重任，责任负起延续圣贤心传之任务啊，我们就可以真正让这个道场能够传承永续，天命永昌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人才的重要性啊。所以人才呢啊，各位，我们今天在道场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的，叫做天人共伴，神人社教的因缘。今天道在整个我们真正实践的过程，为什么它这么殊胜？原因就是天人相合，一半是人，一半是天啊，一半是人，一半是天。所以如果你是人才，你真正用心帮助道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那老天绝对帮助你，包括什么开路、逢凶化吉、祥云仙鹤、诸佛打帮，这个都会在你身上示现啊，这个都会在你身上示现。所以来，最后我们再念一下，故白羊修士所以我们经常说啊，点传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能够栽培成为一个道亲，成为点传师，那你就了不起。讲师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能够成全一个道亲成为讲师，那就了不起。坛主也没什么了不起，你能够成全一个道亲成为一个坛主，你就了不起。所以真正的成功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帮助别人成功，这才是一个究竟。所以老师说，付出中更显欢喜，尽心中更加法喜，这一句话就是刚好符合佛火老师所批的一篇训，叫做修办原则里面所强调的。白羊修士啊，立身投入道场修办，很重要的他要掌握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叫做只有行功了愿，没有临人弃愿；只有欢喜甘愿，没有教区抱怨；只有牺牲奉献，没有要求条件；只有初衷不变，没有是非成见；只有完美呈现，没有慌乱缺欠。这就是佛火老师所批示的修办原则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各位从这一篇训当中里面，我们去体会到老师对我们的期盼。所以希望我们在座各位人才，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同德，同修共伴，真修真练啊，必定能够成为道场与自身皆是上天选拔的大人才。所以多问自己有没有尽力啊，你要问你自己有没有真正全力以赴啊。就像老前人说的，一个真修者一定是尽全力
秉公心，持正道，念众生啊，以此为依归啊，可不可以通过考核？那就要看我们在座各位填写呢。啊，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跟结果啊，这个很重要。你这个过程怎么样，不是关键，关键是你的最后的结果，可不可以被选为真正道中之人才？可不可以真正成为考核过程当中出类拔萃的栋梁之才？那这个才是一个究竟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跳过了啊，这个各位都很清楚了啊，所以也希望我们各位啊都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今天身为中智班，身为义智班，身为佛堂负责人，我们如何把这一项的责任给做好啊，那就是我们真正要去用心的地方。最后我们引用佛老师对徒儿的一篇祈勉啊，希望徒儿们人人能够体悟生命最高的境界啊，也就是跟圣贤齐间，能够由凡夫而成为圣贤，体悟人生最美的价值。人生最美的价值就是能够三朝能够啊真正能够普度，也就是我们能够参与三朝普度这个因缘，这就是人生最美的价值。最后我们要体会啊生活最真的付出啊，啊就像白啊就像不修己菩萨所说的啊，什么叫做最真的人生？最真的人生就是能够修办开道悟啊，所以生活最终的付出就是修办开道悟。所以这三项的祈勉，徒儿好好体悟，做个白羊先锋，好好开创道悟，行功立德。OK， 可以吗？啊，我们大家谨遵佛老师对我们的祈勉啊，我们希望我们各位啊都能够啊透过人才的培训班，我们大家能够更清楚、更明白自己的角色，从自己的角色的认知当中里面，自己更加进学勤修，最终我们就必定能够通过上天的选拔跟上天的考核。那以上啊，或者说简单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不圆满的叩求仙果慈悲赦罪，各位点师、各位坛主讲师多多包涵，祝大家，谢谢。